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有人说可以在岩浆上面放船来移动，这个办得到吗？我们来试试看。哦，这样子吗？等一下，好像可以耶。我在岩浆上用船来移动，但是其实我们要消耗非常多张的船，因为它半秒就会消失了。我们后面一直在喷船，但是我们真的有在往前移动，真的在动了，用船移动的方式啊，但是这个呢超级消耗的。 OK， 可以这样移动没有问题耶，是可以的。然后要转弯呢也是可以，但是不能转太多，慢慢转慢慢转，但视角不能移太大。我们现在除了岩浆其实也什么都看不到，我们视角不能移太大。那总之可以这样转弯的，一张船只能帮你撑半秒啊。订阅订阅订阅，不是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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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